继续感受冬至气氛，三明第二户政事务所很温馨哦，一大早就备好热腾腾的汤圆提供给洽公民众，不少人吃到这料好味美的汤圆都开心喊赞。另外，随着耶诞脚步接近，洽公布置呢也洋溢着耶诞气氛。三明二户政更推出2019天长地久婚约专案，送出限定好礼，欢迎新人预约明年元旦结婚。今天是刚好是冬至，那一杯小小的汤圆，祝福你们全家圆圆满满，幸福一整年。好，谢谢。送上一碗热腾腾的甜汤圆，洽公民众开心表情洋溢在脸上，大吃一口更是满足到不行，真的很窝心，而且甜甜的汤圆吃了真的很温暖。谢谢。原来这是三明第二户政事务所在冬至这一天特别准备好的幸福汤圆，一大早同仁跟志工将汤圆摆在洽公区，料好味美的汤汤圆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。配合今天的冬至，又是礼拜六上班日，大家可能会比较没有精神一点，所以我们想用这样的方式带给大家满满的正能量，让大家上班有一点精神，也让民众感受到公部门的温暖。我们的汤圆是由我们的同仁跟志工妈妈共同去熬制啊，然后料的部分呢都是自己去熬煮的，非常的健康美味，真的太开心了，太窝心了，哇，差好多哦，服务又好，然后又有汤圆可以吃，真的是差太多了，好棒哦。是，那今天吃冬至汤圆，这个料是不是很好吃啊？对啊，怎么这么会煮啊？煮得好好吃哦，有回家的感觉。这个汤圆人团圆呢、啊，哎呀，冬至一家亲，对呀、啊，好感恩哦，嘿，对。除了汤圆好吃外，仔细看看三明第二户政事务所的办公室，不论是耶诞袜或是圣诞红，里里外外摆满一大堆吊饰，充满耶诞过节的气氛。圣诞节，我们户政三明二第二户政这边布置的，让我感觉到圣诞节的气氛。然后有一种每次来值班就觉得心情很愉快，那连来这边洽公的民众也觉得好像感染到这个耶诞的气氛，对，我们也感染到他们的喜悦。冬至吃汤圆欢乐迎耶诞之外，还推出了2019天长地久结婚专案，新人只要到三明第二户政事务所办理结婚登记，并且指定明年元旦结婚生效，就能获得早生快、双喜杯等限定好礼。今年我们推出的是2019天长地久的新婚专案，那只要您在当天预约当天生效结婚，或者是当天预约登记的话，我们都会送有三大好礼。第一个是我们的早生筷，它是用燕巢的枣汁做成的筷子哦。那另外还有我们的双喜杯垫及喜糖，那祝福我们所有的新人能够天长地久，幸福美满。三明第二户政事务所的用心让洽公民众就甘心，尽管今年冬至少了含义，但吃上一碗充满幸福滋味的汤圆还是甜在嘴里，暖在心里。港都新闻王思武、林庭阳采访报道。